们高雄所有的乡亲，所有的父老兄弟姐妹，所有的好朋友，所有的志工朋友，所有关心这次高雄选举的海内外、台澎金马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非常感谢，感谢，要感谢的太多。我是佛教徒，感谢菩萨保佑，感谢高雄市人民愿意给我一个机会，感谢我最可敬的对手陈其迈委员，感谢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名了我，感谢王金平前院长直接跳出来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跳出来帮忙，真的要感谢太多。我也要感谢过去两年来一直不停地批判我这些政治对手，让我从批判中逐步的成长，要感谢太多太多太多了。各位在场的所有乡亲朋友，以及在媒体前面的所有的乡亲朋友，我们有内人先深深的一鞠躬，感谢大家。2018年，台湾民主政治史上，高雄市长出现了最神奇的一幕。我们所有的造势、所有的集合、所有的动员，甚至一点抗议，我们所有的选举过程，没有批判过对手的一句话。我感谢陈其迈委员。点出来高雄的未来一定要秉持我们高雄市最高的价值，爱与包容，不分蓝绿，不分族群，大家一条心为高雄的未来来努力来打拼。我谢谢陈其迈委员，也希望所有的高雄市民大家共同福音这条高雄价值的爱与包容。各位亲爱的高雄乡亲，当各位亲爱各位的乡亲，这一次高雄市长选举的投票，我们高雄人向全台湾也向全世界释放了一个最重要的讯号，我们将全高雄市所有的人，我们会全力拼经济，为我们人民找寻更好的生活，为我们下一代找寻最好的教育，对不对？对。高雄市民，这个讯号是非常强烈。高雄市民愿意给一个刚到高雄一年两个月的韩国瑜今天评委做起点，这是多么大胆的一个决定。各位乡亲，我跟大家报告，我的内心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，你看我的表情，我这个表情跟票数多票数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这个表情无比的沉重。我很清楚高雄已经不能再等待了。
下一心，全部要团结起来，为我们的高雄未来打拼。大家说对不对？谢谢大家。我跟大家打台报告，我会组织一个清廉的团队，有效率的团队，从我们本人开始。我们要重新建立廉洁的政府，我们要让广大高雄市民相信政府，让广大高雄市民知道整个高雄市政府一心一意为高雄市民来努力。希望高雄市民的朋友能够相信韩国瑜的团队，好不好？我再重复一遍，我过去所讲，没有一个城市，没有一个国家会等高雄。如果我们自己退步，我们自己不往前走，没有一个城市会等我们。所以，我们高雄在我们的面前的挑战非常的巨大，我们没有时间浪费，我们必须尽快尽速往前冲。各位，我们高雄乡亲，明天开始，我将筹组高雄市政府的小内阁。我跟大家报告，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，打造一个不分蓝绿、用人为才，所有在选举过程没有支持韩国瑜的所有的好朋友，不要有心里一丝一毫的阴影，完全不要。农工商不敢谈回之后的，所有的企业家没有支持韩国瑜，完全不用担心，你全心全意去做生意赚钱。所有的公务人员、老师、警察不用担心，你好好把你分内工作做。在韩国瑜眼中，未来的高雄绝对不会再当蓝绿了，我们全力冲刺。肩膀会一肩扛下来，但是我要请高雄市民做一件事情，要相信韩国瑜的团队。广大的280万高雄市民，请你们相信新的高雄市政府的团队，请你们做我们的后盾，请你们跟我们一起来努力，打造一个崭新、耀眼、亮丽、有朝气的高雄。把他的重要的政见列为参考，让我们选后能够团结来建造一个更好的新北市，大家一起合作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好。这270天的选举，可以有一个深深的感动，也一个深深的想法和价值。这个价值，因为我虽然在拜选举，我在起码脚看人选举选这么多年，人常常在说选举没师傅，选举用负面选举抹黑、攻击、谩骂对赢得选战，我由于对出来开始，我要证明这件代志，用咱正向的力量，咱会当赢得一切。
用我38年的坚持，咱用正派的力量向前行。中间我拄到足侪困难，我足感谢徛伫我边啊，从来毋捌出现的我的太太，感谢我的太太叫做任美玲，我要谢谢她。谢谢他，因为他坚定的信心告诉我，咱利用台湾人中和、适合、理解、包容，来跨咱选举的过程，我们可以改变一个台湾选举文化的价值。我们不需要用后面的选举。今天我真的非常谢谢罗太太，我38年来她从来没有站在一个公众的场合，她今天为了这个价值，因为我们的市民的支持，那个价值我们选赢了。我太太跟我家人的坚持，你们给我的鼓励，证明我们的选举只要用台湾心、干部的心买单，你还打工对不对？我们不要再悲情，不要仇恨，我们要迈向阳光，我们要团结我们中华民国，大说贝贝，大说贝贝。一摆选举，搁我一个深深的感触。你看，两年多而已，接近不偌久，咱的巨大的改变，让我们从这一次的选举的过程都看到了。我们两年前，当别人大赢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，今天这样一个巨大的改变，让我们要做一个深刻的反省。我们自己虽然赢得了胜选，不要忘了，不要忘了，我们要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全力以赴，随时告诉我们自己，名利是如流水的，如果我们不努力，稍有松懈，我们就对不起在座各位及新北市的市民所托付。这就是咱在打拼的所在，打拼对不对？侯友宜一定用加倍认真的打拼，用我最后奉献牺牲国家，无顾家己的生命精神，来过咱新北市。我要运用这精神，随时跟大家念斗阵，来拼咱新北市的好日子，拼咱台湾，拼中华民国的未来。大家好唔好？最后，我要再再次大概报告，我真的要谢谢在座的各位，谢谢你们给我这样一个机会，我会好好珍惜。我跟我太太，我都非常谢谢执事长团队们，也谢谢我年轻的伙伴，谢谢媒体容许我跟我太太再给各位深深的一鞠躬，让我第一次参加选战的人能够站在这个地方。这一鞠躬代表我未来的责任，我会扛起所有的一切，我们大家一起走。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我
这一路行来，因为咱知影无任何的资源，所以一路都不被看好。但是我们既然有办法可以翻转台中，创造台中奇迹，这不是老朽言教，这是咱伟大的台中市民注定爱咱这个城市，很热爱我们的国家，大家希望用选票来救台中，希望用选票来救我们的国家，希望用选票来救空气、救经济，所以这场选战是市民的胜利，是台湾人民的胜利，对不对？对。但这个所在，我爱特别感谢每一位台中市民，尤其我要特别感谢林市长，刚才。在来总部的途中，我跟林佳龙市长互相通电话，他向我恭喜，我向他致谢，我也请他未来市政继续帮忙，继续给我们指导，我也告诉他，好的市政不管是前面哪一位市长，林市长、胡市长，任何一位县市长，好的市政我们都会继续延续，请他放心。我也告诉他，未来卢秀燕的施政会超越蓝绿，不分党派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为咱台中来建设、来打拼。我也要感谢我的竞选团队，我首先要谢谢启程委员，我的主任委员。大家都知道，他跟我是初选的竞争对手，我只赢一点点，但是他立刻展现风度，非但没有计较，立刻同意出任我的主任委员，他展现了国民党的新希望，那就是团结跟气度，这就是国民党新生代的革新，团结跟气度。所以启程未来一定是明日之星，我也要谢谢宽恒，我的竞选总干事，当初我邀请他担任竞选总干事的时候，他曾经表示说他太年轻，但是我告诉他说你一定可以，那么我说拜托你来全力帮忙，虽然他从来没有当过总干事，而且他才40岁，是全国尤其六都里面最年轻的总干事，但是在没人没钱没有粮草的情况之下，他勇敢的承担，毅然在我不被看好的情况之下答应接下总干事，这份勇气令人敬佩，他也象征着我们新的世代的勇敢跟承担，尤其他当不是家一跳卵草婆娘，他全家五代为他阿公、他爸爸、他的家里、他的孙子都出来给卢秀燕邮票，所以我真的要好好谢谢他，谢谢他操盘成功，我也谢谢我的副主任委员琼英，有他在，在我们没有资源的情况之下，他都有办法把大家凝聚起来，让现场很嗨。我要谢谢我们很多很多政坛的前辈，我没有办法一一的列举。我也要谢谢党部的同仁，国民党现在的情况非常的艰辛，但是我们的党务同仁，不管是中央
不管是地方的同仁表现出来更勇敢更努力，所以我要谢谢我们所有党部的同仁，我要谢谢很多政坛的前辈，包括胡志强市长、廖廖乙县长，包括陈根金县长、黄忠生县长、林伯荣市长等等，谢谢所有的政坛前辈给秀燕的指导。我也谢谢包括林世昌议长，包括我们张清照副议长、张清堂前议长、林仁德前议长、林敏玲前议长等等，他们带领的市议会所有的议员同仁